37日揭幕啦！我谂咧，司机叔叔咧系最善意一个，事关得成个全岛系专业失败爱情投资专家，逆向思维唔得咩？哦，哇，你又讲得啱喎！咁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公司上市之后对你有咩影响呢？对我的影响其实就不是很大，因为呢跟我一起共事那些同事都是差不多这样的样子，差不多差不多这样的样子。做什么拿折凳出来？是差不多，我未打人的杯，即是差不多都是这么漂亮的样子。清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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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想问一下独男平劈波的。你这样问就不啱了。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爱情专家平劈波的。踢波嘅，系啊，咁佢哋即系除咗踢波之后咧，都中意玩下乒乓球啊，打羽毛球啊咁样嘅，系啊，都 OK。啊，即系一个运动型嘅爱情专业喎。唔好讲咁多啦，的神，咁话明的神，系，我哋就梗系要踢波啦。我惊吓亲你哋。不如我估下的神的过几多下？二，的神喎，三啦，梗系。大家都好厚道啊，估得咪系咯，我估一下噶咋。好啊，嚟啊，俾好未啊？你估中咗？耶！你搞错啦！呢个我嘅即系足球技术就同系爱情一样，就系起头好容易，完成好艰难。喂，其实已经好好啦，平时我一下啦，真系。既然你咁叻仔咧，我就谂住送一份礼物俾你，摆喺张凳先。就是GN 的一日游兑换券。为什么我份稿没有这段的？因为你份稿真的没有。拜拜。世界杯还有37日揭幕了。